觉。不知不觉10点半了，然后早上我在 debate 两个事情，就我现在用的相机嘛，它是光圈是 f2.8 的。 f2.8 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可能看背景，看那个照片之类的，它会模糊的更多一点点。然后但缺点的是，比如说我现在都已经一只手的距离的相机镜头到我这一只手的距离，我整个人还是充满了大概差不多1/3的屏幕吧。现在换那个10/18的，这个最大的光圈是 f4.5。 像现在同样一只手的距离，我整个人应该就占屏幕的1/4-1/5吧。而且因为光圈的问题嘛，所以我后面那个图应该是更清楚一些的。就当然那个 f2.8 的我可以把它调成 4.5 啊。哎，不过话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 debate 的，因为我根据不同的需求去切换就好了。之所以 debate 的话，可能就是想用一个镜头去做好多事情，所以这个是算懒呢，还是想要高效率呢？This is the question。 OK， 这个送完工吧，起码可以先用起来。然后现在你听到这个声音，是因为自我感觉是还好嘛，所以就单纯的靠做事情的时候，就当广播听嘛。然后俄语的话最近都没时间看，所以打算把这个时间压缩起来给俄语，因为前苏联国家我还是想去旅游的啊。11:02，Hello， 好像是外面车下捡过来的小猫。拜拜，各位网友，下午好呀！哎，话说今天中午健身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嘛，然后有个孟大哥，他说：“你下午回去干嘛？下午回去继续拍视频嘛？”我想，我不是认真工作的吧？说明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做视频比较多。开玩笑啦。你好呀，小猫。刚才和同学聊了一下拍那个三脚架之类的产品视频，然后说实话我有一点点迷茫如何结束今天的 vlog。 不过今天我好像有个好东西和你分享，就是关于 AI。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个 ChatGPT 的 AI 嘛，当时好像还有美国的手机啊电话之类的注册，但现在有个 ChatGPT 3.5， 然后还有包括豆瓣的豆包啊，百度的文心一言啊之类的都是免费的。然后老实说，其实我有一些反感人工智能，因为所谓的人工智能不就是一个数据库，然后你从数据库里面去搜很多东西嘛。当时我是这个心态，而且包括我是 ChatGPT， 就是问他从四川到西藏路线嘛，他回答的其实也很一般。当然有两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一些看法，就我有一个同事他想在 AI 里面实现一些功能，但是我们又都不懂这个东西，然后他就让人工智能是国内的一个软件嘛去生成，然后他在生成的时候他是有一些错误，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你需要他做哪些改变，然后结果就依靠这个人工智能，我们在软件 AI 里面加了一些插件，能让客户很方便的使用。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嘛，就是今天就我们在讨论拍东西嘛，然后结果我朋友告诉我，就是美图秀秀它也可以，就你放一张产品进去，它可以自动按照你的要求去生成一些优化过渲染过的产品图。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产品啊，像现在你看生成的这个图，你看这个倒影，然后这个图，这还是我让它随便生成的。就我经常会说，尤其像旅游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一件事情你还没去做你就说我不喜欢，然后它有这个缺点缺点缺点我就不去做。我个人建议的话可以尝试一下，当你尝试完之后发现它不合适，或者说它哪边有缺点的我暂时不用，然后以后再去回去做它。就包括我自己做那个 vlog 的时候，像生成字幕啊之类，不是有推荐过那个剪映吗？我用 Final Cut Pro 生成之后，然后再去剪映里面自动生成一个字幕，这样节约不少时间。像这个 AI 的事情也是，其实我之前是抵触，然后直到今天才觉得好像还是有机会可以用到它。王总为什么是吃 KFC？ 这不是你推荐的吗？那么明天见喽，拜拜。